最热卖的是烧鸡腿，第二个就是烧肉。烧烤是最原始的一种烹调方式，在还没有文明的时候就已经有，所以像我常在大自然里面跑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食物还是用简单的方式，比较自然一点的方式来做。 都能吃到，都说太感动了。山友鼓励我自己出来闯。我上次来，他还有除了烧肉，还有做一个鸡腿给我吃，也是现烤的，非常好吃。之前都是在登山的时候听山友说。对。我带的团队上山都吃的很不错，有牛排、清蒸鱼那些都有。我是想。 提供一个比较，就是几个好朋友跟我去爬山，我把这些技术带上山，让他们享受那种不一样的爬山的那种感觉。爬山不一定要吃的那么困难。当我们没有体力的时候啊，就想到他的餐，我就马上又有体力了。像是我们的中控塞，他的鱼整个游淋下去，就是那个五星级的餐厅的料理是一模一样的。 还有他的大明虾，蒸大明虾非常棒。这是在身上吃到的吗？对，我们念念不忘，真的，我们还有。他是山上的麒麟。身为一个领队哈，你要带了你的队友上山，你要有那个把握，对，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还有尽到告知的义务，有一些危险的事不可以做，一定要跟队友讲。